三星啊，同时在轨，而且在不同的轨道面上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我们可以及时的啊获取海洋信息，使得我们争取24小时啊准确的进行预报，整个啊区域的这块的这个情况，监视整个的这个啊它的动态情况。监测了海洋船只的这个情况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海面上有多少船只啊，哪些地方最拥挤啊，整个的海洋港口也好，在航线上也好，就是这个船舶的分布这个情况，对于指导啊自己的航行应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